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刘同牧师。今天的经文是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，常有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，他洗净了人的罪，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。在这些圣经当中，作者很清楚地描述圣子耶稣的神格以及他的工作。首先关于耶稣的神格，第一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。我们所信的神乃是一位荣耀的神，神的荣耀是相对于罪恶的。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里面说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所以一个有罪的人是无法活在神的荣耀里。主耶稣他不只是三位一体真神当中的一位，而且呢，他也是神荣耀在肉身上的一个表彰，好叫世人能够透过主耶稣来认识真神。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八节才说，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，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主耶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他是荣耀的，他也是显明给世人看的一位神。第二，他也是神本体的真相。作者再一次指出，主耶稣基督是神本体的一部分，三位一体的真神是不分大小或高低的，三者本质相同，可是功能却不同。圣父是计划者，圣子是执行者，圣灵却是那一位成全者。正好像在救赎计划里面，
圣父是救恩的计划者，圣子是真正道成肉身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位救主，而圣灵却是那位将救恩的好处实际带入我们生命当中的神。所以主耶稣是神本体当中的一位，但是呢，他却扮演着一个向世人启示的角色，所以这里才说他是神本体的真相。神的本体是不可见，神的真相却是可见，借着道成肉身的启示，人才得以认识真神。其次，关于耶稣基督的工作，第一，他是那位用全能托住万有的，换句话说，他是万有的主宰，整个宇宙的运行其实是在他掌握之中，他是能源的中心，他也是掌管大自然的主。所以在福音书信里面，我们看见主斥责风浪，风浪就平息，吩咐水变成酒，水就变成好酒，他在水面上行走，水就托住他的重量，他乃是万有的主宰。第二，他也是世人的救主，因为他在十字架上的救恩，我们的罪才得以赦免，凡一切相信接受他进入生命作为救主的人，必然能够经历罪得赦免的平安跟喜乐。感谢神，这才是人心灵所真正需要的。我们需要不是外面环境物质的满足，反而是内心深处赦罪的平安，而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救主。亲爱朋友，你认识他吗？你愿意跟随他吗？让我们一同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不但是创造万有的主，你也是在我们生命当中赦罪的主宰。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，把我们的生命交托在你手中，愿你的灵再次用你的宝血遮盖我们，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，重新把平安喜乐赏赐给我们，也让我们在每天生活当中依靠这位万有的主宰，我们就从你那里重新得力。感谢祷告，奉主得胜的名祈求，阿们。愿上帝祝福你。